此际，东港联络处邀请了80多户照顾户一起共度端午佳节。 回顾当年竹筒岁月，将日存五毛钱行善助人的故事搬上舞台。端午节前夕，慈济志工邀请照顾户相聚，共同欢度佳节。感谢师姐感恩，我感觉很好，祝福安尼。阿雄因刚开始的道理，我听啊足欢喜心，足欢喜的。 哦啊，嘛感觉足感动的。这主题它这个就是第一个。生活中常常使用塑胶袋，但乱丢塑胶袋可是会破坏地球环境。藉由宣导环保分类回收塑胶袋，大家一起来减轻环境负担。我们真正会当伫咧日常生活当中吼来。 来亲身吼去履行安尼诶诶，即种环保诶工课，道道美味的料理，色香味俱全，令人食指大动。职工们用心准备，希望让照顾户宾至如归。更重要的是，推广素食，爱地球。大爱新闻专业庆王昭忠、谢延辉，屏东报道。